我觉得这一次的血量掉太快了，前面就掉太快了，而且我没有扫 buff 啊，一样是到最后一波没错，但是前面几波就已经血量就已经没了。嗯，结束这回合，刚刚是剩四只啊，哈，这是剩四只，那真的没办法了。好像就只剩下那一条路了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开合了？我们剑走偏锋，哎，剑走偏锋，来，人是帮我集气一波 C 啊，我硬撞啊，好不好？帮我集气一波 C， 12%，防扫二，但是还是维持在200。然后我的那个减伤多3啊，来来来来，一波吸血鬼的 C， 一波吸血鬼的 C， 没中吸血鬼紫蛙合下去，那你也要闪电啊，是不是？我猜骑士范德，你骑士范德的话，应该是说闪电有打下来，我都可以接受了。但是最好是吸血鬼，因为吸血鬼可以救我蓝莓自己啊。谢谢聊天室的集气，我们见证奇迹，四蓝和一红，哇哇万紫千红。吸血鬼红闪电，我还你原先。吸血鬼，吸血鬼，吸血鬼是你吗？我可以和紫蛙了，哇，猜格，你今天吸血鬼防守成这样子，我就差我都可以和紫蛙了，你吸血鬼还不出来，哇，我上我是怎样，我是有跟你结怨是不是，一定要这样子吗？ OK OK， 我看一下哦，紫蛙要给加农河嘛，但是我不知道 TJ 的规则是怎样啊，对，不能马上给加农河，我再跟加农联系一下好了。 Oh my god， 今天有点起起落落，我先想一下，好，先这个直接收啊。